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 点的实验室，我是 Y 叔。天气慢慢热起来了，前几天买的蚕宝宝的卵也该孵化了。仔细一看，哎，好像真的孵化出来了。这三条细细的小黑条就是刚刚孵化出来的蚕宝宝。我们到显微镜下面来看看蚕宝宝破壳的全过程。可以看到，左右两粒卵都已经被咬穿了一个口子，右边这条小蚕宝宝的头已经露出来了。没多久，左边这条蚕宝宝也把头探出来了，哥俩的头碰在一起，略显尴尬。很快，两条蚕宝宝都已经破壳而出了。这刚刚出生的小蚕宝宝是土黄色的，浑身上下长满了绒毛，好像跟印象中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差别比较大。接下来喂点食物给蚕宝宝吃，现在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桑叶，就用人工饲料先凑合一下吧。加了点水，把饲料软化了一下。刚出生没几分钟，小蚕宝宝就开始进食了，希望它们快快长大。现在是晚上8点钟，仅仅过去了3-4个小时，一下子孵化出这么多蚕宝宝，把它们分离出来喂养就是个大工程，有的好忙了。